安井的牛肉馅饼，这个是黑胡椒牛肉的，你就看这个馅料够不够用就完了啊。那个状态外酥里嫩的，我这个晾得太凉了，刚出锅的时候吃外皮特别的酥。外皮都是这种千层饼的这种感觉。这是牛肉的，看看这个是什么的，哇，看着馅料也太诱人了。这个你刚出锅的时候吃是一种口感，外酥里嫩的，你把它放软了吃，它又是另外的一种好吃。